来看一下，这边有两条小细犬啊，看那么瘦呀、这是几个月了？三个月了。那么小吗？这是啥狗？贝比特。贝比特哦，体型小。它贝贝长大就一岁。长大多少斤？六十来斤，这一窝生了几条？生了十个，拿出来看看啊！哎呦哎呦！打完31秒了，有工人吧？工人都要工人，哎。这是几位的？四位哈、啊，不贵，还能少呗？这是接近这真正的市场价，还能再涨的。这是抓兔子厉害吧？抓兔子厉害吧？那有有有，有跑道，你看我那压脑的。这个品相不错啊，是母的啊，四百。你说最少多少钱？这个350，最少350。咱这疫苗了，不要打针。不要打针了吧？我之前买过那家嘞。俺家吃，说实话，都喂的都不是狗。对，是买他的狗没得过细小之类的哈，这狗品相可以。哎，这样的狗现在都没俩有人养那会儿，是吧？我给你定个价格，你看你合适能卖给我不？300块钱两条行吗？不够疫苗钱了。不够疫苗钱，真不够疫苗钱了。养这狗的少了，有三个月嘛，那么瘦，嘿，漂亮不？没事吧？反正100多起了，咱盘上。随便地上跑，这骨架，这毛色都可以啊。哎，跑那底下去了？这底下脏，粪便。哎，你把它拿过来吧。跑那里边去了，还有一条嘞哈。200块钱能拿不？200块钱我养一个养着玩去。我在那关外那个，你给我介绍一下呗，我不太懂这个。他是他干净聪明，干净聪明，还有什么好处吗？没有体味，没有体味，对，没有什么味。他怎么掉毛吗？掉毛吗？那是狗都掉毛呀，是狗都掉毛啊，掉的少。我包的刚才是包的反面，他这个还能反色呗，这个黑嘴兔，还得变浅，再变浅一点哦。肯定还得变浅了的。你意思是最少多少钱？最少3000给他一个，300，最少300啊，还行也行。那你放里边吧。因为这最后了，这按600发过卖。600也卖过，我知道。有那种那个蓝色的吧？就是蓝色的卖完了。蓝色、纯白色。都该网上卖了，这些。蓝色的蓝。都在网上卖了哈，好嘞，300一条啊，有喜欢的咱就拿一个啊，真的不错，两只都是母的了哈。贝比特，咱看还有什么好狗啊？这边还有，这是啥狗？哎呦，我的天嘞！哟，菲尔八哥，菲尔的八哥哈！哎呦，太小了哈！哎呦，也就30来天吧。这谁的？这谁的？啥家？你补过多少了？这几啊？3还是4？四。哦，不过多少了？还四嘞？还400呢？这是啥狗？你给我说。八哥怎么都有粉儿了？耳朵怎么立起来了？你看看这个，是纯种的吗？八个月。啊？八个月是纯种八个月。但是它耳朵现在都是趴下的，它是立起来的。我给你5元，不然我把身份证发给你，是吧？400嘞。你看这个耳朵还可以，这是木。这是品相忒差了呗，品相有点差。这有多少天？50天了。你打针了吧？打了一针。嗯。它都是母的。都是母的。哎呦，这个嘴太长了，又嘴又尖又长。咱说实话，大哥，那这个最少多少钱？这个？我看着不大纯。我给你，你别生气啊！你要多少钱吧？50。嗯？50行吗？不少呗，行吗？啊啊！不纯，你看了吧？还腿小，还不知道能养活养不活嘞。60。80。那你说多少？你说。
啊？350。你再麻掉250行不？这个是最少是350呗，是，是吧？对，最少350哈。这个那小的呢？那这个小扁的呢？一看给吧。这个我只能给你50了。不是不少不少不少。那你说多少吧？这个最小的。200块钱的。这个小的200。那这个呢？这个丑的呢？这个嘴巴又尖又长，你看。都300。这个还300了。这你别300了，这个80。想要就300啊、嗯！好嘞，这几个钩哈，咱把这四个钩，有一个200是吧？200、300、350，这个呢？这个350。这也350。这两这个还有一个了，这还有一个粉的了，这是几百的？两个三百五，两个350都一个175。是吧？你不说这两个是350，一个就175了，是这意思吗？一个175，对吧？这个胖的哈，还350，打了1针1秒。行行，咱今天就到这里吧。这边还有小土狗啊，这个就是太小了，月份太小了。他说50天啊，他家这边的狗都是高档次的哈，狗爸爸都得，这个是狗爸爸是吧？3斤不到。那他的子女多少斤？1000。子女1000，那边看一下行吗？你1000也忒贵了呗，没卖掉一个吧？咱没卖，去年卖了一个。卖了一个吗？卖了一个。养了3个月，卖了一个。那1000。这个不咋地，1000块钱一条。不一样东西。又是不一样，你他的东西，我记得他的菜地就是太贵了，涨价了吗？哎呀，还没长俩嘞，你看。他就三个月。三个月，那行，那你放这吧，太贵太贵，1000块钱按道理得买3个才行嘞，350一个。我回去吧，好，关注一下啊，这边有比熊啊，你看。这是他说小体的，我看那也像标体的哈，关注一下吧。